一走进个案家中，成堆的杂物堆得四处都是，连走路空间都没有。一打开门看到的时候，那个家里是没有办法居住的，整个那个霉味跟整个空间通通都是被垃圾堆满了。那四个小朋友住的房间呢，就比我们家的浴室再稍微大一点点。是的。 太太啊，带四个囡仔，所以伊也较无时间来整理这环境。感谢，我发动安尼三十外人，把咱的这个家庭，可以这四个囡仔，可以当环境吼，这个生活环境会当得改善。原来案主是担心妈妈一人抚养四个未成年孩子，经由学校社工转介，不舍孩子在这样脏乱环境生活，慈济志工动员帮他们大扫除。 是老鼠、蟑螂把孩子身上都咬得都红红的，那孩子姐姐也因为皮肤病、异位性皮肤病，然后抓的那一天来看到他也是抓得满脚、满手都是红点、通红这样子，所以真的是看得很舍不得。能有这样的就是温暖的一个人群来关怀这个家庭，我是觉得他们家庭真的是蛮需要的，对，也很谢谢慈济的帮忙这样子。 案主一家一句感谢，志工所有辛劳全一扫而空，期盼透过这一次清扫，能让他们一家人好好过生活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